一人唔收声，而家开始录一啲即系话简短嘅录音，或者一啲小故事。咁希望围住一人唔收声呢条频嘅少少嘅收听率，唔好俾佢不停咁样往下沉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就冇咗佢做后备频嘅意义。亦都希望大家订阅一人唔收声同埋八八卦卦。其实呢段故仔，我睇咗好多次，就是文革期间有两公婆被五花大绑，身上绑满炸药，一啲所谓嘅造反派同埋革命群众，让呢两公婆个细路仔去点燃导火线，呢个细路仔死都唔肯，结果佢哋就拼命咁样殴打呢个细路仔，最后细路仔边哭边喊。咁樣撲向佢爸爸媽媽，點燃咗導火索。呢個細路仔冇走，緊緊咁樣抱住咗佢爸爸媽媽。呢個係無數人喺文革嘅時候遇到嘅嘢，每一個人都會好心痛咁樣睇咁嘅歷史，而呢個歷史不停咁樣喺中國大陸。借屍還民 ，again again again。